好多答案哦。这边先讲好了，这边说什么？跟我身材一样，一定是哈姆太郎啊，这么纤细。你知道是什么？妖怪手表吗？来，欢迎我们下一组直笛的带来的表演是龙猫。那呢，这组的小朋友呢是四年一班的林冠成和周琪恩，他们呢也要带来很棒的直笛演奏。他们要吹的曲目呢就是龙猫。那请五年四班的小朋友请到后台准备。那在表演开始之前，大家举起你们双手，给他们拍十下热烈掌声。谢谢这一组小朋友的演出，虽然刚刚中间有一点小小的插曲，不过他们还是表现得很棒，对不对？